女子经期乃大半世之痼疾，发必数日，何可以因此遂停念佛乎？平时必须至节至诚，至此虽身体不能至节，当备至诚。小衣内必后衬布，必勿令污血流于佛堂。反手若摸下体，必须洗净。礼拜若不便，当少礼。至于念佛、诵经，则故以至诚恭敬心行之，其功德与平常了无减少。以佛为一切众生大慈悲父母，当此病发时，能至诚念佛，则当倍生怜悯。若如愚人所执，身有此不洁之病，则不可念佛。若儿女堕于右侧之中，亦不可呼父母以求救援也。有是理乎？印光法师文超续编，至自觉居士书。